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、哦，这个哈、哦、等于使的五次方，那么它的 x 减 y 多少？我把这个整理一下，给它通分。通分的话呢，这个最小公倍数是六。好，那就是三 x 哈减二 y 加多少？再乘以二，这三加乘以二，二，二 x 减四 y。啊，减了多少？上下乘以三嘛，哦，这个要乘以三，三倍的 x 减二 y。那我现在哈、哦，上面的话呢，给它呢同类项合并 ，x 项的话有三加多少？这二得四，那这里是负三 x 加上同类项合并负二嘛，四负二。是二乘以负四，四二得八减八，那是负负得正嘛，加六 ，y。好，那这样会等于多少呢？这样的话就是等于六或者多少哈？这一点是等于三的，或者是这个消掉，剩下四 x， 加多少呢？加这个。负十，负十加的负四，所以减十 y。好，那六分之四可以抽出来，这边三分之二 ，x 减 y。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十的五次方嘛，所以 x 减 y 等于多少？减 y 啊，等于十的五次方乘以多少呢？六分之二没有错，十的五次方乘以多少？乘以二分之三呢？那是一点五嘛，所以是一点五乘以十的五次方呢。好，一点五乘以十的五次方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D。